它是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年会，今年在 Boston。 其实之前您有去过六次、我去过，对，好像我大概去过好多次，六次吧。我忘了多少次了。那这些，因为西岸或许选一个点嘛，西岸或许选一个点，然后再飞纽约跟这个 Boston。这次会是在 Boston。然后大概会比较，现在还是很热烈希望我去的，还有一个华府，可是华府比较敏感，不是我方敏感，是那边敏感，是那里敏感，是美国敏感，因为过去伊利哈，伊利，你有看马总统这八年哈，他受到的礼遇是不错的，在之前，中华民国的总统有很长时间啊，是最多在西岸过境，曾经也有过从阿拉斯加过境。我一讲你们就知道了。